今日内院书堂表现如何？对不起，扣钱了。罢了，本来也没指望你表现有多好。吃饭吧。与少主同桌用膳，须得等少主先下筷子，少主不动筷，就只能陪着等，明白了吗？ 今日少主身体不适，告诉刘宝全，这些油大的荤腥最近就不要上了。啊！桌上菜品需等少主夹过，而等才能下筷子。 我吃饱了，慢用。我们少主不讲这些规矩，放心吃吧。 吃好了。这药凉了就不好喝了。这药热的也不好喝吧？这都没剩几日了，还这么用功啊？正是因为没剩几日，才更要好好读书。不愧是你。 少主放心，等你去了之后，我会时常给你烧些书的。倒也不必烧书给我，都记下了，背下了，带下去。少主博闻强记，令人佩服。您让我抄的100遍菜谱，我都抄好了。 您这府里的菜谱还真是丰盛，不过你的身子不好。
都这么凉，但别灰心，就算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也要吃好每一顿饭，过好每个时辰。我俩现在也不算什么夫妻，住在你府里怪不好意思的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帮你实现。我的愿望你实现不了，回去吧，我要看书了。我说一个试试吗？我希望你离开。 我去问别人就好了。爹娘，吾夫死期将至，吾可速速归矣。家中置藕粉，切记夹槐花少许，待乌龟同食。 麻烦你帮我将家书寄出。是。哎，苏夫人，眼下少主身体抱恙，不能来您房中，可是你也得趁这段时间赶紧想办法跟少主建立感情啊，不然到时候他真要把你忘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可别这么说啊，他要是到那边还对我念念不忘的话，嗯，什么都瘆得慌。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实现他一些小小的愿望。 少主，最近侧夫人有点古怪啊，她总是四处打听您的喜好。您说她问九少主也就罢了，还去寻着十一少主。若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，咱得仔细点啊。这外川选出的女子就属她捡的，能有什么目的？不过，母亲确实不希望阿赞与我院里人来往，这一点我提醒她。但是十一少主与您是一母同胞，说不定何夫人希望你们亲厚呢。 啊，嗯，哎，其实侧夫人一个姬川的香艳女子，她一个人在宫里确实是不容易。小人认为她专门为您布置的这些鲜花，就是想哄您高兴嘛。您确定这是哄我？侧夫人是真的古怪。少主回来了。侧夫人。 少主可还喜欢这些花？因为实在没人知道少主喜欢什么，我就随便送了一些传统的。不过，菊花独立疏离，趣也无穷，倒是很衬您曲高和寡的气质。说的有道理啊。嗯。李薇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？还是你觉得？ 嫁到我府上是委屈了。我就想让您高兴，但您好像不太高兴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喜欢吗？少主英明神武，要把少主的样子刻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呀，这个画的真像啊！侧夫人能不能送我一副啊？没问题。哎嘿嘿，哎呀这。 别说这话还可以啊！可不是嘛，等回头侧夫人送我了，我能挂在我的房间吗？你看他挂哪儿了？以后大家一看到这幅画，就能记起少主的音容笑貌。音容笑貌，这什么用词嘛？好像也不太喜欢。没关系。 我还有一个礼物。不不不不不不！你的心意我收下了，但礼就不必了。从你上就。玉萍。这。哎呀！哎。 好久没见少主这么开心了。为了小阿仔才知道，少主以前还养过狗呢。还有十一少主不知道的呢，嫡长主对狗毛过敏。
就命人把狗送走了。少主在殿前跪求了一日，连主上的面儿都没见着。一想到这事儿啊，少主给他取个名字吧。你放心，他不会被人给抱走了。我力气可大了，可以保护好他。苏慎说的话，听听就行。叫什么名字？那就叫百福吧，李百福。好土的名字，而且为什么要跟我姓啊？你带回的孩子，我就不跟你争。李百福，李百福。少主，无论是黄菊还是百合，都寓意着安稳长久的爱意，还希望您能明白我们侧夫人的心。她特地跑去内务府，费尽心思求来了百福，为的就是让您高兴。她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却很喜欢您呢。可人呢？传夫人还几次传唤我，让我对她好点，可是我一过去呢，我一过去她就弄断我一个胳膊，我再靠近她，我肯定我断子绝孙呢。我你这中毒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看着怪瘆人的，像是给我送走似的。你怎么了？这李薇最近很是关心我，这又是督促我吃药啊，又是送我东西。你说他这什么意思呀？你说你是什么人呢你呀？你要是想炫耀你娘子对你好，娘子喜欢你，你不用在我面前炫耀吧？哦，我还不够惨吗？我走了。他喜欢我。小姐姐，嗯，听玉展说，少主夫人对你不太好。啊，只不过就总是叫我过去跪着。在家时，我大娘也经常让我跪着，没事的。而且尹松是我的东家，东家对我好，日子总会好过的。你呢？你怎么样？嗯。我还行，就是总想着能够对他好一些，到时候能把人体体面面的送走。送走？送哪儿去？嗯，没事儿，等十日之后你就知道了，到时候我就能回家了。你能回家吗？能啊，一定能。也不知道弟弟和娘亲收到我的书信。六少主让你寄书信回家。新城规定，侧夫人是不可以寄家书的。还有这种规定？我都不知道。那六少主还真是个好人。你看，少主，您看看吧，这就是侧夫人的家书。你没和他说这些信寄不出去吗？还寄出去呢？啊，这里边的内容啊，不堪入目，可以说令人发指。我给您念念啊，来来来。爹娘，吾夫将死，陌上花开，吾可速速归矣。来来，这还有一封。爹娘，吾夫死期将至，吾可速速归矣。这什么呀？这都是，啊？也不是怎的，他就以为书考那日是您的死期，他就是掐着手指头等着您归西呀，啊，他好当寡妇，拿着蓄养金回济川逍遥去的。杜少主，你放心，
剩下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对您的。等你去了之后，我会时常给你烧些书的，以后大家一看到这幅画就能记起少主的音容笑貌。走吧。阴以柔为用，男以强为贵，女以柔为美。女为悦己者容，凡为人妻妾者必一日三见面。女工棋差，有辱妇工，扣50违约钱。菜都备好了是吧？嗯，要注意忌口。好，好都不能吃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今天是少主的大日子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您快去准备一下吧。真的是今天？上次送药，竟是最后一面了。侧夫人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吧。怪怪的，这。待会儿等少主回来了，无论烤得如何，都做几个好菜，好好给他庆祝一下。必须的。七哥，七哥，上回戴先生说那个重点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找不到？这句。哦。还有吗？还有这句。哦。哎，五哥。哎呀，父亲这怎么说？啊？你这次是不是还得问我们爹地啊？父亲这次会怎么罚你啊？我尽量垫底啊！去准备去吧！就是，哎呀，快点啊！宣六少主入内书考。参见主上。嗯。书考开始。六少主择题，论及减免赋税。却未曾将各川税政逐一谈论，只言及莫丹经三川，却是为何？因为只有这三川与新川体量相当，能为境以观。尤其是莫川情况极为特殊，莫川守着新川关隘，新川正是莫川后方，新川想要减免农税，亦要顾及莫川，所以我在文章中主要论述了这三川的减赋之策，以期借鉴。金川重商，新川重农，如何相交？单看新川都城方式颇具规格，若百姓日后想要务商，届时再去定制规则，倒不如提前预下。代川产矿对沃川亦至关重要，为何不曾谈及？代川情况极为特殊，即便是代川主想要定税减赋，亦要和各矿主商量，但我新川不会受制于人，所以无需借鉴。主上，如此便没有什么问题了。等等，戴帝已将文章给姑看过了，你有意取消苛捐杂税，只在夏秋两季征税，
前门每户可劳作认定征收，对老弱病残、鳏寡孤独者，皆免征。你胆子很大。老弱病残、鳏寡孤独皆无劳力，所以不应征收赋税。而春季需买种投产，家家皆无余资；冬季停耕沃田，还需钱财过年，所以只有夏秋两季适合征收赋税。书考结束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胃病还不足以要了我的命。明明就说就说什么只剩半个月，那说的是书考只剩半个月。您考完考完了考得怎么样？我是头筹。恭喜少主，少主英明神武。行了，你们出去吧，我跟侧夫人单独聊两句。还有你。哦。完了，这是要干嘛呀？我看起来很弱吗？什么？是因为我看起来弱，你才会觉得我命不久矣吧？说实话，身边人是不会同我讲实话的，但我想听真话。行了，起来说吧。那我就讲实话了。但说无妨。少主确实有些略显文弱，加上我听别人说您从小体弱多病，所以呢？所以难当大人，爹不疼娘不爱，是少主中最弱的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您要如何处置我？好自为之吧。
爹娘，吾将死，陌上花开，吾冠可速速归矣。切记备下酒菜，火漂牛肉万不可少。少主，他昨晚没跟您胡说些什么吗？倒是说了很多你们不会讲的实话，也让我确认了我想让外界看到的，他们是真的相信了。少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啊？我怎么可能不跟您说实话呀？苏神对天发誓，自从您从嫡长主的帐下救下了小人，那小人对您就是一片赤诚之心，天地可见呐。那你说说看，我在外人眼里弱不？不弱。少主英明神武，怎么可能弱呢？啊，少主在我的心中犹如天神一般强大，无所不能。我对少主的敬仰。行了，你让刘宝全学着做一些继承菜，还有那个什么火瓢牛肉。啊？病人进来的陆少主，我罪不可恕，罪不可恕。参夫人回来了，太好了，少主胃病好了，川夫人下令今晚就给您和少主补上洞房花烛。你说什么？快来吧，这快来，谁洞房？今晚侧夫人就要跟少主圆房了，老婆子教您点规矩。今晚侧夫人沐浴更衣之后，少主就会来到您的房间。侧夫人，方才嬷嬷说的，您都记住了吧？侧夫人别不上心啊，最好今晚就得六少主亲眼，然后你们俩就可以。你们新川人也太过分了吧，我都快死了还要给人去圆房。别呀，侧夫人啊。侧夫人，川夫人下令补办您和少主的合房之礼，就说明少主没有把您开罪他的事情放在心上，不然早就上报处置了，您不会死的。对啊，不会死了。可是我还是要跟人去圆房。侧夫人，别担心，我看六少主挺行啊。我不想知道这个。啊，那您想想日后，是您现在只是侧夫人，可是我们新川女子母凭子贵，您若能早日生下孩子的话，那您一定有一席之地，所以您可得努力了。若不能早日生子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休的。从前啊，四少主有个侧夫人，因为一直没有孩子，然后被一纸休书赶回了家。我们害怕你也被赶回去。嗯，赶回家？嗯，那也太惨了吧。好吧，六哥虽说已经过门礼，但是这闹洞房这回也不可少啊。是是是，得闹啊。还是你有福气呀、啊，娶了一个又乖又温柔又体贴的，绝不给你掰手腕。哎呀，那是哥，你那家丑就别外扬了，是不是？六哥，给你备了个新婚盒。不用了。哎呀，拿着。不用了啊，干嘛？不用了，可以了。诸位少主，你看天色也不早了，哎，咱们就送到这儿吧，请回。回了，回了。哎，拿着，好好学习。哎呀，马到功成，走了。哎，慢走。你吃这么多垃圾吗？不小心多吃了一点吗？你怎么了？小吃就吃一点点。我去，少主，怎么了？哦，少主，少主，侧夫人今天不太方便。嗯，不方便。少主，真的不方便。少主，我一不小心破相了，就不能见您了，请您原谅，先回去吧。破相。让开！我突然
特别想吃麻辣羊肉，就一个没忍住去厨房端了点儿。嬷嬷说了，破相者不能见少主，这是不敬，所以今天晚上还是先回去吧。我突然胃疼，如果川夫人问起来，就说，就如实说吧。是。少主要是这么有兴致，您可以另寻旁人。您这么英明神武，肯定能寻到那个愿意又方便的。我上火了，不太方便。今天上火，羊肉就不要吃了。交代刘宝全，不要让侧夫人接近厨房。一定的。终于不用远方。你又想来厨房偷吃东西啊？我上火了，想喝口凉水。哎，侧夫人，您昨日偷吃辣椒烤羊肉上火，按规矩破相者不宜面主，您就没能侍寝。如果今天您再吃错东西出了状况，不能全了礼数，那小人也就不要当这个差了。不行，我真的要吃口。哎，少主之命难违，侧夫人请回。我少主可真不是个人呐。少主，怎么跪着呀？怎么，罚他跪两下你就心疼了？无妨，夫人在叫我规矩呢。今日晨醒，主上说川夫人病了。方如，你收拾收拾，准备进宫，去给母亲施疾。嗯。郝家的脾气比你好，更适合侍候母亲。带着他一起去吧。多谢少主。你让他去，那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侍疾辛苦，他不是能跪吗？母亲面前就由着他跪着，免得你受累。最近嫡长主夫人没有欺负你吧？我自己选择的东家和掌柜，既然出来务工，吃点苦难免的。你要是实在不开心，就跟我说，别惹会憋坏的。嗯，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吴娘不高兴啊，我给你说个笑话吧。从前有个，别开屏了，丢人现眼。疼疼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呀呀，哎呀，呀，这么多人呢。要是我能像上官一样自在，就不用为侍寝的事情担心了。你不想侍寝啊？所以来侍疾啊。哎，你知道川夫人为什么生病，生的什么病吗？被三少主气的。上了火又着了风寒。这三少主啊，是所有少主中容貌最为俊美的一个，而且他的生母是金川的一位贵人，给他留下了万贯家产。就是那个剑眉星目，仪表堂堂，风流倜傥的三少主啊。就是他。这三少主啊年幼丧母，所以新川主和川夫人格外疼惜他，
自小就养在这中医店里。新春呢，嫡庶分明，除了三少主，最受宠爱的就是嫡出的二十两位少主了。嗯，果然是亲自养大的，受纵容惯了，才会在宫外花天酒地，把川夫人气成这个样子。但如果三少主一直不回来，那我就能一直来侍寝，能知道里面就更好了。小薇，慎言。川夫人今日累了，各位把补品留下，就请先回吧。你方才说，这是谁准备的？是六少主的侧夫人李薇。唤她进来。见过川夫人。露水琵琶，甚是不错。你心灵手巧，想必能与老六琴瑟和鸣吧。多谢川夫人的夸赞，我和六少主还好，但您的身子如此不适，让我留下来照顾您吧。只要别让我回府跟六少主待在一起，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。你这姑娘很好，但照顾我就不用了。你回去把老六照顾好，早点与他开枝散叶，为新川宫多添点子嗣，就是为我分忧了。是。所有人都没有见到川夫人，就李薇见到了。是啊，那个小蹄子，他专门准备了琵琶水，去讨川夫人欢心。你是蠢吗？他会送你不会送啊？一罐子琵琶水而已，厨房不会做吗？少主放心，李薇进殿前，我已经叮嘱她为咱们家多说几句，让川夫人知道我与夫人已在殿外等候多时。也是算你有心了。好在川夫人知道你们去过，回头呢，我也好向父亲那儿有个交代。晚上等我忙完了，去你房里。是。是玉冠，玉冠，玉盏、玉瓶、玉冠，我们都是李薇的侍女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他都亲自到您头上了，您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呀，侧夫人？侧夫人，这个时候最喜欢玩，就赶紧把你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，这给我扔出去啊！你别拉我。郑哥哥，
郑哥哥，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哎，李薇，他故意推我啊！你看还弄碎了我的糖块。你这么叫我不合适吧？还是叫我为兄长？你看我的手都破皮了。此女名叫宋武，是一位将军的义姑，六少主的生母何夫人之前认下的干女儿。本来啊，她是跟何夫人一起住的，但是她和十一少主水火不容，所以就在这儿寄住了。以前怎么没听说过？前阵子出去玩了，刚玩回来。其实我可以自己来的，真哥哥，我他。你怎么就突然不会好好说话？我一直这般呀，倒是真哥哥，你不知会我，突然就娶了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侧夫人。而且还住了我最喜欢的房间，你是不是不疼我了？宋武是我生母和夫人收养的义女，这名义上算我们的妹妹。我们的妹妹？她确实有些任性，你多见谅吧。张哥哥，你不为我做主吗？是李薇她故意推我的。你要是不来我们房间捣乱，她为什么要推你？我们的房间？可是这就是我喜欢的房间呀。你之前已经答应过我了，要给我做书房的。谁啊？谁答应了？啊！我就是喜欢这一切嘛，就是喜欢。看来在我这里是委屈你了，不如把你送到我母亲那儿，让你跟她住吧。等等，既然是一家人，何必为了一间房间生和气呢？既然妹妹喜欢，那今晚就跟我住吧。少主，侧夫人怎么对宋姑娘如此热情？会不会是要下黑手啊？她就是怕我进她房间罢了。啊？她爱怎么样怎么样吧。啊？哦。你的这两个丫鬟叫玉萍、玉展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以后我的两个丫鬟就叫金萍、金展。金萍，二丫，咋了主子？磨磨唧唧，以后你就叫金萍，另外一个叫金展，你知会他一声。啊，是，下去吧。你们也下去吧。我不就去睡觉吧。我不跟你睡，你睡地上。行，只要你就留在我这儿睡，这床就归你了。但是这被子呢，是我一直盖到现在的，要不我给你找一床蚕丝被。哎，不行，你这么容易就松口了，肯定不安好心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想睡地上，这样就好跟真哥哥告状，说我欺负你。我哪有想跟真哥哥告？六少主告状，我没有想跟他告状啊！你还好意思叫他真哥哥？那是你叫的吗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我在宫里见多了，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算盘。想拿我的把柄，没门！一起睡床。娘，我好饿呀。闭嘴！你整天都没什么事。喂，我老实点。哎呦喂！要炸了！
李维，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大胖敖。昨夜是我不对，这段时间太清汤寡水了，我太饿了。哎呀，来，你昨晚没睡好，现在多吃点儿，吃饱了补觉，睡得更香。一会儿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。嗯，我还去你的房间？你别做梦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一块睡。哎呀，拜托拜托，只要你肯留在我房里陪我睡觉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呀，你为什么非要我陪你睡啊？算我求你吗？嗯，求我？那行，那你给我当丫头。睡好肩膀疼，好好捏啊。好。你这没吃饭啊？使劲。啊！你要捏死我呀！我天生力气大，不好意思啊。算了，金平。这是簪子，戴上。我说给我戴上啊！啊！李文，你是不是成心的？哎呀，你这头上有个包。什么包？你就是不会戴，你笨死了你！我帮你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主上万安。老三有多久没来晨醒了啊？父亲，三弟这事儿确实不妥，他身为少主却久不上朝，一直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弹劾他的折子都堆成了山，如今母亲都被他给气病了，而且以为应当下旨让三少主就回到宫中，成日在父亲眼皮底下谅他，也不敢不上朝。哎呀，这件事儿他终归是家事，没那么严重啊。他平时不是在你手下吗？不如你去劝劝他。实不相瞒，儿臣已经劝了他多次了，但是他屡教不改，儿臣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那老四呢？父亲，三哥有自己的考量，况且儿臣素来不敢忤逆兄长，恐难当此人。老五，你去。嗯。父亲，那个大家都知道，平日我和三哥没有什么交往，我去劝他是一定不听的。嗯。都退下吧。是。父亲，儿臣有一言。说。若是三哥能自行还宫，是不是就不用下旨？哼，自行回来，怎么可能？我想试试。少主，车都备好了，这侧夫人找不到了。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雨也掉的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？你好好的，一会儿被晒黑了怎么办？哎，不是少主。真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他昨天。行了，下不为例。
那个侧室这样对我，连名义母都说了，以后我才是他的夫人。也不是吧，何夫人说的是，你要是实在嫁不出去，就委屈一下六少主也行。别装了，醒醒。你怎么看出来我是装的？刚才抱你都没用力，一看就是装。没事，说我本来就轻。哦。这还是我入宫之后第一次出来玩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哎，咱们去找三哥，把他请回宫。有你在会方便些。父亲让我低调行事，有你在这会觉得是婚后寻常拜访。听说他给每个红颜都用节气起名字，莫不是要集齐24节气吧？那我听闻三少主将自己的红颜知己以24节气命名，还有许多姑娘正在报名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我倒是没听说过。那我还听闻三少主剑眉星目，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。等到了你自行体会吧。三少主，人到了。到了就到了。你同我一起去迎一下吧，怎么说也是六弟，面子上也得过得去啊。你们先去，我晚点，免得太过热情。等等，不要与那个纪川的走太近，免得近墨者黑。好帅啊，果然美男多自恋。六弟，好久不见。三嫂，这一眨眼你都成亲了，这就是六弟妹吧？真是个美人儿。见过三嫂。三嫂果然人美气质佳，不愧是最帅少主的夫人。那这传闻中的三少主是该有多帅呀。三少主到。抱歉各位，刚才处理事务来晚了，六弟妹等着急了吧？刚到。内子对你仰慕许久，这一路上就说你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剑眉星目，仪表堂堂，大家公认的。没办法。画师。既如此，我就将这张我亲笔签盖的个人画像送给你，拿回去珍藏吧。多谢。今天时间不多，不然我就让画师将我们共同入画，也挂在这里以表纪念。好，都看呆了啊。三哥，咱们单独聊聊。那好吧。海棠，照顾好弟妹，我与六弟去去就回。六弟，请。请。这画你要是不喜欢就扔了吧。别看他面上跟你活络着，他可特地交代说嫡长主不喜欢六弟，让我也不要与你多来往。这样啊。多谢三嫂如此坦率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为难你，先走了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正因此，我们大家当即决定要和六弟妹成为姐妹。你们大家，跟我来。这就是节气功。
娘们，今日是白鹿的生辰，大家正在为她庆祝呢。跟我来。不会吧，四老三不会又添新人了吧？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也被他祸害了。哎，误会了，这是六少主的侧夫人李薇。见过六侧夫人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那个死老三又去把别人家的好姑娘骗进来给我当生辰礼呢。要是他干的一点都不奇怪，死老三专挑这种祸害人的坏事干。我不就是想买那生辰礼吗？是没齿难忘，这人已经不要脸到登峰造极了。就是。不用惊讶，我们就是如此啊。要是以后受了什么委屈无处发泄，尽管来找我们。对对对，送你一个面团，要是以后有人欺负你，就把这面团小作是他，追他打他骂他。你们在做成熟面？对呀、啊、我能一起吗？来来来，一起一起。我连饭都不会做，只是力气很大。以前爹爹在家的时候经常扯面，我在边上看着就会了，回头教你们。好啊，你可真的太厉害了，我一看你就投缘，不过留下来一起给白鹿庆生吧。好啊，那我太高兴了。我教你们扯面。好啊。好几个傻了，听着满园的欢笑，看着满园的幸福，这都是我一手打造，这些汗水和努力在这一刻终得圆满。老刘啊，说吧，找我何事啊？这现在外面流言四起，三哥若是还不肯还宫，我担心这些欢笑、幸福还有园子，怕是都保不住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觉得吓唬我两句，我就回宫去了？就凭你，也想被笑啊？小弟不敢，我的意思是，三哥不必再韬光养晦，收敛锋芒。新川虽为九川之首，论是兵力还是政局，都高于其他八川之上，但唯有府库营收略逊一筹。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三哥乃为经济奇才，颇懂生意之道，父亲借此弹劾之机召你入朝，实则是在请三哥出山。这是父亲的意思。老六啊，你以前少言寡语，在宫中专心养病，何时也琢磨起这些来了？三哥，你虽非嫡出，但也是川夫人一手带大，如今她病了，对你也甚是想念。回去看看，我且想想。今日是我白鹿生辰，我要去庆生。你先自便啊。好。你给我来个茶，吃点饭吧。嗯。太好吃了。是。多吃点。嗯。小青团就小海鲜。你们府里的菜比我们宫里好吃多了，我在我们宫里都吃不饱的，多吃点吧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常来呀。排骨，再吃点肉，排骨，排骨，谢谢，赶紧，谢谢，这个好吃，肉。白鹿姑娘，你今日是你的生辰，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？哎，
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，今天是我的生辰，那个死老三肯定得来我房间。那你就说来了癸水，拦住他。我五天前刚用过这个借口。那不然这样，今天是你的生辰，我替你去就是，下次是我的，你来替我，反正他也分辨不出来的。哎呀，不行，什么叫分辨不出来啊？实在不行就服用汤药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吃药伤身体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吃的。那我不是说的是实在不行吗？那实在不行不就是万不得已的意思吗？行了行了，能不用药就不用药。是啊，挺好的。对啊，嗯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我记一记，留着之后用。你们还有其他的好法子吗？原来你也需要啊。喂，你这个姐妹我可是交定了，以后有什么麻烦尽管找姐，姐帮你。多谢海棠姐，来多吃点，以后可要常来我们府里。嗯，哎，对了，那个六弟来府上是带老三回宫的吗？你们都知道了？嗯，早就猜到了，这老三在外面晃悠这么久，主上怎么可能放任自流？就是啊，以我之见，三少主如果要回宫的话，也不算是件坏事儿。其一，他回宫可以求得主上的原谅，少主之位得以保全，这样也不会牵连到你们。其二，他要是回了宫的话，你们不就见不着他了吗？对啊，喂，你想的真是周全，句句都说在点儿上了。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，如今我寄居在六少主的宫中，他算是我的东家，所以我也是想为他办好事情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有什么的呀，你分析的也没错呀，三少主回宫可对我们大有好处。对，是这么说的。你来了，你快吃吧，你多吃一根就少见那个死老三一面。那我要把它全吃完。我来了。白露啊，今天生辰还愉悦吗？呀，这长寿面都到了，放这儿上。来，今天是你生辰啊。快点吃，这面坨了就不好吃了。你看不见吗？看不见什么，露露？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天不天岁啊！吃饭，吃饭吧！来来，吃吃，都吃啊！吃吃吃，快吃快吃！我今天看这老六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跟这毛小子说话。我竟要思量三分，兴许是主上授意什么，才让六少主心里有底的。嗯，妾倒是觉得回宫挺好的。回宫有什么好的？束手束脚，没准还要掺和到二哥的事情里去。哎呀，少主，你仔细想一想，这主上能让六少主私下来找你，就说明事情不严重，他也不想闹大。这一直以来都有人在弹劾少主府中红颜众多，若是置之不理，主上再动了怒，把姐妹们都给裁撤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是啊，这老六确实是心思深重，你又让李薇见到了我的姐妻们，这可就是把柄啊，他们要是报上去，父亲会有我的姐妻们要挟，他们可都是我的心肝宝贝。就说白露，我是在大街上把她捡回来的，要不是我，她早就死了呀。那个死老三一直以为在街上乞讨的是白露，其实是我，还说跟我一生一世呢，实际上呢是一群人的一生一世。还有我的小满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他爹都没法入土为安呢。我爹当时只是生病了，没钱买药，我想着给人为币换点银子，可他非说要拯救我，带我过上好日子。哎，
这就是好日子啊。爽将以前想去做生意，可从古至今哪有女子抛头露面行商的，我是不能再让她受苦了呀。苦什么苦呀，我那会儿正踌躇满志的想要干一番事业呢，我刚出摊他就来了，我以为他要买货，结果他是要我。大叔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连双鞋都没有。谁没有鞋了，我那就是在赤足跳舞卖艺挣钱，结果呢他要把我带回家，要不是因为他给的实在太多，我才不乐意呢。为了让他们自在，我没有给他们办公鸡，可现在有人想拿他们开刀赶他们走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借着明日上早朝的机会自然而然地回去跟主上好好的说道说道，保住姐妹们。好，那明天大家一起回去。你疯了啊？不是，我是说姐妹们都没有公鸡，怎么回得去呢？我准备回宫住一段时间，我也很想把你们都带回去，但没办法，按规矩一个少主只能带四个宫女。这次没能跟我一起回宫的，我知道你们都会很想我，日子会很难熬，你们都那么需要我，我也不能厚此薄彼。公平起见，我决定我们就办一次节气着选吧。上铜钱都有了啊，放。人间对美丽女子的要求就是如此的残酷苛刻，你们已是上品，但在精益求精的路上还需砥砺前行，再创辉煌。写上宣纸。哎呀哎呀，胖了。哎哎，跟人家学学啊，很好很好。哎呀，胖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吸着气还这么粗？哼，挺有自知之明。不，你们怎么一个个的都胖了呀？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走以后你们吃一个月的青菜肯定能瘦下来啊。加把劲儿加把劲儿，就剩你了，你是最后的希望啊，就差这么大就够了。加把劲儿加把劲儿。胳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们十六个人，竟然没有一个选上的。算了，这样吧，白鹿、双将、大使武、小满，你们四人随我入宫。哪四个？早晚要你还回来。饱了？我在三少主那儿已经吃饱了。今日多谢帮忙，刘老。不用不用，我说过了，我在这儿吃您的用您的，何该为您办点事儿的。不过他们的情况倒是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想的不太一样？就你会。
三哥已经决定回宫，明早就会上朝，但除了三夫人还带了四个丫鬟。四个？那我岂不是把人家给坑了？我已经吃饱了，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送我，你回客房住。今晚我去你那里。有了，有了，我有鬼水。鬼水？那多喝热水。我来就是想问，你和三嫂到底说什么，能让三哥改变主意？啊，女子之间的将心比心嘛，女子互帮互助是应该的。只是没想到三少主还带了几个人，怕是坑害了他们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你还真有点本事。放心，我不会强迫你和我远方。坐。你早说嘛，害我担心好些天。有件事情想劳烦你。我年近弱冠，需早日入朝谋职，这段时间需要在父亲面前树立家业稳固的形象。我与兄弟们之间不同寻常人家，虽兄有弟恭，但各种关系复杂，有关于内院的还请你帮我多走动。你放心，没问题的。从今以后我就帮你做工，你就是我东家。东家？就是一个比方。哦，我说完了。啊，不用走。少主，对于昨夜您说的话，我有个想法。哎，您说您年近入关，需早日入朝求职。哦，是。我有一事相求，如果我在内院学堂表现得好的话，那待你开府入朝之后，我是不是能够？想厉害。少主英明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若想厉害，我也不会强求。待我入朝以后，便会设法请父亲准许。送你回家。多谢少主，我还有一件事儿，如果因为别的原因被休掉的话，名声不太好，我回家不好交代。哎，七术里没有子嗣这一条，你看行吗？行，都依你。少主，你可真是大好人，我家境贫寒，又不懂事儿，实在是配不上您。您把我休了，肯定能娶个更好的。您平日里吃这些不嫌腻吗？新川有一家香酥烤鸭特别好吃，外焦里嫩，加上黄瓜条和葱丝。我不吃葱，也不吃鸭肉。羊肉汤呢？羊肉汤怎么样？
这羊肉汤加上一点胡椒就没有膻味了。吃羊肉。猪肉，猪肉总吃吧。红烧狮子头里面掺上一点虾仁啊、蟹粉啊，烧锅下油，别提有多香了。不吃油腻。糖醋小排。不吃糖醋口。那，您告诉我，还有什么东西是您不吃的呀？也没什么不吃的，都行。挺好的，这些很健康。既然健康，就把这些都吃完，不要浪费。你不是凉拌木耳，你是小海参。你就是凉拌木耳。古之真女，理性情，治心术，崇道德，故能配其君子，以成其教，非礼勿履，非义勿。七少夫人，请你来回答一下，我方才念的那几句是什么意思？贞洁女子，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应理顺性，不让你大点声，你听不懂吗？你吓着他了，拿破尺子吓唬谁啊？哼，你都敢教训我了是吧？那你来说一说，我方才念的是什么意思？我方才念的意思是，女子要有规矩。我看你就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，天天提个破枪，没点正形，你哪里还像个女子？就你知道女子该什么样，都让你知道完了。你以为你天天拿这个破尺吓唬人啊，就能教人做女子了？我提枪纵马天下，安邦定国，怎么了？这就不是女的了？你下学不许走，内训抄十遍。哎，那我就不抄了。我替郡主抄。你们两个啊，今天不抄完谁都不能走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哇，太厉害了。你还有这本事呢？两个人抄和我一个人抄是一样的。郡主，刚才谢谢你，我们都觉得你特帅。不用谢我，你以后叫我上官就行。以后那些嬷嬷你不用害怕，我来保护你，还有你们。其实我也不是害怕，我天生就比较慢，说话慢，做事也慢，总跟不上别人。那我有个问题啊，你平时看我们感觉快吗？对啊，你平时看我们感觉快吗？别闹了，吓着孩子了。没准真是快的呢。别闹了，别闹了。我好奇嘛，所以到底快不快吗？有没有觉得眼光流露快吗？有点。你呀、啊、是内秀，你不善言辞，但一般人可没有你这样的本事。在我们老家呢，有一种茶叫做冬瓜茶。说起冬瓜，大家都觉得是咸口，应该做成炒冬瓜或者冬瓜排骨汤才对。但在我们那儿，却是能做成甜茶的。食物都能有不同的口味，那女子也不应该只有一副模样。这要是在我们单川，谁敢用陈规陋习去约束女子，那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啊，单川就在我老家济川附近。果然也很自在。我听说你们那人性格很泼辣，吃的也很辣。看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，辣冬瓜。
你吃吧，我一口没动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香啊。辣吗？啊，好好吃啊。你也太幸福了吧，我被剥夺了进厨房的权利，只能每天跟着胃不好的六少主吃糠咽菜。凭什么剥夺你吃饭的权利啊？我去帮你讨理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小事小事，过几天就好了啊。这件事呢，我觉得你得换个思路，你不能等着东家大发慈悲，你得在同僚身上下下功夫，让他们帮你。有道理，我可以尝试着攻略我们的掌勺大人。对呀，嗯。你这豆腐的毛比我头发都多了。我用盐卤是想让豆腐保存得更久一些，但没想到它竟还是坏了。都坏成这样肯定也做不了了，连这砧板一块扔了吧。啊，哎，要不咱换道菜。你告诉我换什么。要不我试试。侧夫人，不是跟您说不能进厨房吗？我没进来呀，我在外边呢。不是你豆腐长毛了，可以不用丢，能做成毛豆腐啊。好香啊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刘大厨，你是不知道，在我们济川有一种吃法，就是把这毛豆腐煎了来吃，然后蘸辣椒，可好吃了。不是曹夫人，咱们六少主有胃疾，身子金贵得很，是一点岔子不能出啊。没问题的，你看这豆腐毛洁如雪，刀切似玉，坠地不易，尚且有救。您真的不做？绝对不做。好厉害呀。好，这能行吗？红杏汤最是养胃，真哥哥可一定要坚持喝，才能够健健康康的哟。其实我的胃病已无大碍，以后不用再费心做。那怎么行呢？少主，香煎毛，香煎豆腐。宋武，你还是叫我兄长，这突然改口。真哥哥，真哥哥，你不喜欢我这么唤你吗？不喜欢，神人。少主，小人有罪，还请少主责罚。怎么了？这豆腐，哎，小人本想用盐将这豆腐多保存一段时间，可没成想它还是坏了，还长毛了。我想再去内务厅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听闻这长了毛的豆腐在民间可做毛豆腐食用。刘宝田，啊，疯心了吧你啊？这长了毛的豆腐能给少主吃吗？就是啊，刘大厨，这玩意儿给李薇吃吃还行，把我跟真哥哥吃坏了可怎么办呀？是吧？哦，毛豆腐确实是可以吃的。最近天闷，少主胃口不佳，毛豆腐可以开胃。刘大厨刚刚做好的时候我就尝过了，没问题的。这东西这么害人，怎么吃啊？真的可以吃的，不信我吃给你们看。哎，真的很好吃。哎呀，你看看。你试试。别别别别！哎呀，尝尝看。别别别别！真的很好吃。哎，别别别别！尝一尝。刘宝全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个豆腐端走。是是，都是小人的错。等等，
确实不错。我就说很好吃嘛。少主当真觉得不错？用心了。谢少主夸赞，这都是小人应该做的。侧夫人这次还挺懂事的，知道在少主面前替师父说话。是，今天侧夫人表现的确不错。那可不。哎呦，我说侧夫人，你能不能像个人一样出现呀？刘大厨今日看到了吧？只要按照我的菜谱做出来菜，那是又好吃又养胃，绝对能讨上头欢心的。是，侧夫人您那么厉害，以后你自己来呗。我哪有您厉害呀？您这一双巧手，天下仅有。一般来说，做的有点好吃就行了。像您做的这么好吃的，那真是很过分。少拍马屁，说正题。我吧不会做饭，但是对吃的有点研究。我俩同在少主底下过活，你看，就好比务工的同僚一般。既是同僚，那就应该合作呀。您想夹缝升职，我想吃到好吃的公餐，咱俩通力合作，一起讨上头欢心，怎样？哼，我开心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皮蛋吧？侧夫人好眼力啊，这正是竹记皮蛋。加两粒。你就按照我说的做，等着被表扬吧。少主，这是小人最新研制的皮蛋菠菜鸡丝面，还请少主品鉴。我好像说过我不吃菠菜，有股涩味。啊，这个皮蛋作为佐料，可以改变菠菜的口感，试试吧。我素来也不吃皮蛋。刘宝全做得很辛苦的，就尝尝嘛。刘宝全，你这面做得不错呀。怎么厨艺突飞猛进，突然开窍，就像另一个人做的似的。少主说笑了，少主所食饭菜自然都是小人亲手所做了。嗯，还有吗？请诸位少主勤勉不懈，如此方能得到主上首肯，早日上朝效力。下课。是。六少主过来一下。坐。少主文中提出，可由按人丁征收改为按田亩资产征税，实属良策呀。其实不止我川，丹川遭遇洪涝，若能实行此法，亦能解丹川难民之苦。可我写的文章，父亲向来是不看的。少主放心，我会亲自拿给主上看的。有劳先生。我带了糖醋鱼、油焖春笋和梅子酒。这是我准备的红油抄手、水煮肉，还有毛血旺。我看你上次挺能吃辣的，就给你多加了点。谢谢。我带了烧鹅给你。啊，你们真的是太好了。我也有一件喜事要跟你们说。什么？本人李薇
已经成功攻略了大厨，获得了六少主府的噔点菜权。以后啊，我再也不用你们接近我了，我也可以给你们带好东西了。太好了，我已经做到了。小薇，吃饭吧。小薇，哎，小薇好呀。海棠女尊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些课你不是都上过了吗？别提了。自打进了宫啊，那三少主每天都在家，我们都烦死了，还不如在家躲着呢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三少主夫人海棠姐姐和她的姐妹们，这位呢是二少主侧夫人郝佳姐姐，这位呢是五少主夫人上官静，这位是七少主夫人思思。我们在分享中午饭，你要不要一起呀？巧了。听说六少主那儿清汤寡水，没什么好吃的，我们几个特别带了家乡的菜，大家可以一起尝尝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来坐。哇，你们这些菜好丰盛啊！给你们看看我们带的，这个呢是我们大金川的特色白斩鸡，好白呀、啊！我是墨川的，我们那的人啊最爱吃手切羊肉了。嗯，好香啊！这是代川的臭鳜鱼，是有点味道。真我们仓川呀，夏短冬长，干旱少雨，没什么好吃的，就是自己腌了一些泡菜什么的，大家尝尝。好，好，这个可是咱们九川的美食全宴，太丰盛了！开饭吧，开饭吧，开饭，开饭了！哦，对了，是李斯告知下官，说各位夫人的德行将由内务厅审核。侧夫人的风评向来不佳，若主上怪罪治家无方，那少主苦心经营的名声就白费了。都给我站起来！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再让我发现你们吃饭说笑话，直接打板子。这位嬷嬷是？我是你们正式的教导主播，必姓严。之前的嬷嬷对你们太过宽泛，自今日始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你们都不得行差踏错，需以身作则，为天下规范。民间俗语道，管住男人的嘴就是管住男人的腿，话糙理不糙，你们需用心修行，才能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。郡主啊，你做的菜天怒人怨，这若是新川女子也做出了这样的菜，怕是被休弃了80回了。这何止是把丈夫往外推呀，简直是要把丈夫往地府里送啊。你再说一次。郡主，你在单川可以欺压男子，招赘纳婿，但这不是你的家乡，谁也不是你的亲娘，没人惯着你。嬷嬷，您过来帮我看看这菜吧，我这菜好像颜色不太对。对，我们的这个太淡了，不知道该加点什么，您来帮我们。对呀，这个好像要看，您弄什么好像颜色？一个个都护着是吧？以为是姐妹情深？新川本就是男子主事，你们若不在内院书堂把道理学明白了，都不配给人为奴为婢。嬷嬷，您这话说的些许过分了，不仅侮辱了郡主，还侮辱了做奴婢的人。拿钱误工，
也是有尊严的，不能这样随意欺压。再说了，不会做饭学就是了呀。您是嬷嬷，更应该传道授业解惑，而不是这样随意打压人。你顶撞我！我就是讲道理啊！闭嘴！你个季川来发配给人做小的，也敢与我犟嘴！好像还护着是吧？好。